来了，哎，导演，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，这就开始录制了吗？对，我们来开始发布任务了。哎呀，摩拳擦掌啊！是有什么特殊的身份，还是有什么更大的挑战？哎，Hello， 请进。怎样？我有点难做，我。 邀请函和手机，邀请函和手机。哎，还算聪明啊，知道在门后。看来小的时候躲过猫猫。啥情况？ 嗨，嗨，你好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啊，请进。哎，来喽。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没事没事。 加入奔跑吧，有一个邀请参加今天开场的一个情节和一个手机，请查收。什么手机？你拿你的邀请。哦，它是抽出来的。哦，抽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太笨了。嗯，我有隐藏身份。 开玩笑，李晨为了庆祝新一季节目正式开录，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欢迎晚餐。吃饭这种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今天只有接到同伴邀请电话的成员，还可搭乘专车前往用餐地，必须要接到同伴邀请电话。邀请电话就得是他先给我打呀。是的。那如果没有人邀请呢？如果没有接到电话的人，只能坐道具车。 前往我们的用餐场地。哦。Oh my god！ 穿的这么隆重，当然是要，对吧？是要坐好车了。啊，我今天的裙子真的坐不了道具车。我知道，我要把这裙子上的亮片全都抠下来吗？接下来你们会以接力打电话的方式来集合，在所有接到电话的成员当中，只要有人再次接到电话，那么这个邀请就结束了。哦。 比如说，有人打给我了，然后我再传出去，然后后来又传到我这儿了。对，形成了一个圈儿。那么这些人就坐专车，另外没有接到电话的人只能坐道具车。懂了，就成立了。那有没有可能好几个人都没接到电话？有可能。另外就是因为雨琦跟 Lucas 今天不能参加录制，所以没有接到电话的成员还要带上 Lucas 跟雨琦的人形立牌，一起前往用餐地点。这么开始就这么血腥吗？就要看看我们人缘怎么样，是不是？ 新成员不得先抱团取暖吗？他万一不带我们玩怎么办？我觉得最有可能给我打电话就李晨，因为都是属于年事已高的嘛，年事已高的嘛。沙溢老师，因为沙溢老师是我的沙师兄，我在等待跟沙师兄相认。看了一圈，最有可能打给我的是凯哥。
我觉得李晨或者 baby 吧，毕竟我们大家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，感情还是在的，对吧？晨哥，接力打电话，你是第一个。哦，我有这么好的特权吗？哎呀，那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想想，先打给谁呢？麒麟，有信号。或者打给坤坤。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Baby， 一定要打给我，求你了。Baby 是不是会互相打给郑恺？这样太没意思了哈、啊，我也觉得是，应该打给一个没有准备的人。哎呀，咋还没人打呢？怎么回事都？可能我太多人打我电话了吧？我电话可能有点忙音，信号是不是不太好？啊，没关系了，听天由命嘛，都是命。坐哪个车不是车？坐哪个车到不了呢？好了，我先睡一觉。哎，应该是不会有人打给我了。我就怕坤坤太受宠，都给他打了，我跟沙老师只能去坐道具车了。哎，真的就是简单的看人缘这么简单吗？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吗？我为什么不要到车旁边去等他们呢？讲理吧。我这是不是设置呼叫转移了？都憋着呢，你刚过了一分钟。哎，饿了吗？饿了，这不一个劲儿喝酸奶呢吗？喝阿姆西希腊风味酸奶。可以打了，还是打给老沙吧。我觉得我可以打一个电话过去，我说哎呦不好意思啊，打错了，这太狠了吧。想了一下回去，哎呀，李晨给我来电话了。哦，咦，挂了，这啥意思？是没接上是吗？嗯，那我可以打过去吧？不能。老沙疯了，老沙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打错了，我给他回忆信息啊，我打错了，他给我发信息，打错了不行，打错了也算打了，打错也算，算了，打给他吧。哎，这打了就算了啊，打了就算了啊，是要打给我吗？我是非常真诚的要打给你的，将来看节目你就知道了，我是说打给你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可以延续下一个人了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延续下一个人，主要我怕担心没有人打给你，你知道吧？亲爱的，你真的没辜负我的期望。我的导演问我说，你觉得谁能给你打？我说晨儿我打，我俩又合作过，我俩又都同年。我说他不给我打，我跟你绝对天理难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分到77年了，好吗？我呢，被分到了80年。这怎么我还往上走，你还往下走呢？你是不是二月的？啊，四舍五入的。不，你这二月的，你知道那春节你还有农历呢，对不对？你这万一一跨，不就跨到77去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是78年11月24的，我这基本上就跨到79了，对吧？79跟80就差一年，这不就变成80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天哪，这数学可真盖了帽了。但不管怎么着，你给我打电话了。哎呀，我心里暖暖的，真的，我心里暖暖的。我就真的是，就想再给你打回去报答你。还是咱俩，就不想打别人。你说这人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这样给大家留一点参与感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我给 baby 打那个，毕竟女孩穿着晚礼服坐那车不合适。我也觉得，好，没问题。晚上见，拜拜。嗯，老哥们之间相见还是。你懂吗？就是还是有点那种感觉的。他说到暖暖的时候，我也心头一紧，突然觉得这是在就要结盟了吗？年纪上是看来是可以的。怎么样，你哥我，哼，让我坐道具车。你说这事闹的，咋还没人打呢？我瞬间我就接到6个电话。
怎么回事都？啊？这么多年的友情，要因为一通电话而翻脸吗？你们不应该第一个想到我吗？哎，赶紧的，别犹豫，拿起你们手中的电话，向我拨过来，快点！我都已经等饿了。如果今天晚上没收到电话，我会在房间里哭。估计已经吃上了吧。所以没有人打给我的话，我需要用道具车拎着人生立牌自己过去。可是我是路痴，车会把你带到可以找到的地方。好的，好贴心哦。我这穿的挺好的，我这一身不灵不灵的，全是亮片的，那个坐道具车再给我刮坏了。开始就不能这么玩吧？按理说，哎呀，电话还没响。哟，沙溢老师打给我了，沙溢老师，哎，我也逗逗他，我一打我也挂。哥，你可别后悔啊。那我给他打过去了啊。喂喂，开心吗？哥，你是我亲哥，我都要冒眼泪了，我真走不了啊，今天这裙子。知道，我也猜到了，穿着晚礼服坐那车不合适。那你刚为什么打错了呀？你还打给谁了呀？你打谁都没打，就是逗你呢。我这个电话必须给你打。真的吗？那必须呢。那我打给你吧，就咱俩坐车吧。哎呀，这样，我不勉强你，你自己选择。啊，好嘞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老感动了，真的老感动了。那我打给谁呢？其实我想打电话给蔡徐坤，但我觉得很多人会打给他。郭麒麟，打不打呢？哎，道具车在哪儿？我主动申请，先去坐，给自己留一丝尊严。告诉我在哪儿，坐。走，太煎熬了。这门还锁了，坐会儿吧，咱唠会儿嗑。还真下雨了，看看你们，违背天意，不给我打电话，老天都不允许。哎，没人给我打，其实。哎呀，真烦。哎，我都坐不下了，快了。差不多了吧？他们是不是？你们确定是同时开始的吗？是可同时开始。好多年不发短信了，有人给我发短信，郭麒麟。哎呀，这小心思一个一个用的呀。他说咱俩能打电话聊吗？好聪明啊，他们这一个一个的。麒麟居然没有收到电话，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，有好多不明白的事。想请教姐姐，姐姐可以给我打电话教教我吗？她是在试探我有没有人打给我吗？郭麒麟又给我发消息了。我说凯哥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那电话只能接，然后我说我也是，他说你再试试。我被人监视了，郭麒麟太贫了，你不愧是郭德纲老师的儿子，说不过你。Thank you.
反正我已经知道大概的结局了，大概的结局了。我明白了，知道了，初来乍到。我打给谁呢？我觉得这样吧，打给新的成员，让他们有一次坐专车的福利，像晨哥啊，坐道具车就坐道具车吧。喂，喂，哎，怎么又挂了 ？Baby 姐给我打了又挂了，而且是秒挂，打过来又秒挂。我知道了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起人，你们就是骗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我早该料到，我早该料到，我要跟他们拆穿你们。喂 ，Baby 姐。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开心吗？我很开心。你是不是也在等电话？我已经收到电话了。啊，你收到电话了？你不会已经收到电话了吧？没有，我没收到电话。我你是第一个邀请我的，太感动了，被拯救了，我真的被拯救了。我还以为导演组是骗我们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起人。那你想太多了。我现在可以邀请另外一个人是吧？对对对，邀请一个你觉得想邀请的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 ，baby， 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开心，愉快的感觉。哎呀，完事儿了。紧张的心落下来了，完了，我没有打给凯哥，对不起凯哥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主要是凯哥最近胖了。啊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，我们去了。我这捯饬的这么好，忍心让我坐道具车吗？虽然我穿的很像个道具。郭老师现在在给我发信息，他也没有人打给他，万一我不打给他，他今天可能就要坐道具车了。你没想过他有可能是群发吗？他很真诚，他的文字特别的真诚。在等待跟沙师兄相遇，我估计沙师兄多半是已经被邀请了的。我觉得这样，我先给沙师兄发一个信息，我看看他在干嘛。你在干嘛呢？这一看，这都是没接着电话的，都只能给人发短信，都不敢打电话呢。这都什么电话？他还以为我没来录像呢，姑娘，这啥电话你也不知道？什么电话？我现在两难呢，因为沙师兄他也没有人打给他。两个都是，哎呀，手心手背，这怎么选？这个不太符合我平时做人的风格。郭老师他的文字特别的真诚。他很真诚。我在等待跟沙师兄相认。应该打给他，给我打过来了，他给我打过来了。花儿，沙师兄你好。花儿，哎呀，哥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你，
沙老师，我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你的。对呀、啊，咱俩是相忘于江湖。沙师兄，你现在真的没有接到过电话对吗？哥接到电话了，接到电话了。你之前接到电话了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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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咋了？郭麒麟老师他一直在给我发短信。那个你谁给你打的呀？坤儿 ，baby 姐给我打的。啊，那咱们准备出发吧，咱们准备出发吧。不仅郭老师走不了，还有个郑老师。凯哥没人打吗？你把凯哥都给忘了这是？我一开始是觉得，凯哥、陈哥、baby 姐他们三个肯定会互相打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、，baby 姐打给我了。是你听着，坤儿，哥给你捋一下啊。第一个打的是你陈哥，他打电话，他打给我了。啊，我打给你 baby 姐，你 baby 姐打给你。你又打回来给哥了，这个咱们就完事儿了，就咱们四个呀，坐正经八稳的车走，那两个呢坐拖拉机，不是道具车，真的好吗？这样那没办法了，反正我知道了，坤儿，你心里是最爱我的，这事儿我是验证了。那你在爱我的同时，你肯定是有对别人是有伤害的，这是没办法。嗯，咱们准备收拾收拾吧。行。那咱们就出发吧。对 ，Let's go， 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嗯，我先给蔡徐坤发一个微信啊。凯哥现在也发来了一条信息。他发两个字，兄弟。哎呀，有点难过。看蔡徐坤多有礼貌，我说兄弟，嗯，哥，我对不住你。他为什么要说哥，我对不住你 ？PD 说抱歉，邀请结束，你未接到同伴的电话，请带上雨琦和 Lucas 的人形立牌，一起坐道具车出发吧。我早就说过，道具车是我的。啊，抱歉，这个。抱歉，邀约结束，你未接到同伴的电话，请带上雨琦和卢卡斯的人情立牌，一起坐道具车出发吧。你觉得有几个人跟你一样被落单了？坤坤，你就我们俩都联系好了，都联系好了。我们现在电话邀约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可以准备出发了，有专车在等你了。走，出发，走吧，走，咱们赴宴去。我不会下去就被一些人群起而攻之吧？这是专车，好奇什么是道具车？只是我一个人下来了吗？上来就搞这么大的这种小团队好不好啊？刚开始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还行吗？老哥们儿太够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啊！玩的这么大吗？现在？但是你知道外头现在打雷了，你知道下雨吗？对，好像那个道具车没棚，就只有四个轱辘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棚，我瞎说的。这个顺序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嗯、我先猜一下。嗯，只有一个人没给我发信息，就是坤坤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你我坤坤 baby 应该是有车了，有车了。然后这俩就，哎，哎，是不是坤儿啊？是不是坤儿啊？哎，是是是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说你好，没事，说你好呢，说你好呢，好呢。切哥好，切哥好，说你好，说你好，说你好，切哥好，请坐，请。上车聊吧，沙师兄，我坐后面吧。行，我坐后面。然后，坤儿啊，啊，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。他就觉得，对，我觉得你没接到电话，对他觉得我年事已高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又是新又没有新来什么优势，又是个新来的。关键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说他纯良内心？我说啊，我接到电话，他说完了坏了，我应该给别人打。对，哦，他在
的专车呢？哎呀，公主来了，公主来了，快来！哎呀妈，公主，公主来了，来来来，你俩坐这儿。不不不不，我坐后面。别别别，块儿太大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有一个比我更老。我知道呀。对，跑男最高龄的人出现了。俩老头。有史以来最高龄的人。谢谢谢谢。但是我想知道，道具车在哪？道具车不让进地库啊！不让进。那连棚都没有，能往地库里停？道具车可能是个卡车哦，有可能没有棚。但是我打给沙师兄了，那个郭老师就没人打给他了。郭老师在我这骗电话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原来他是各种小套路的，对，群发的，群发的，给我。嗨，我以为没有人会打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其实分析了一下，我觉得第一个发起人一定是你。为什么只有你没有给我发信息？我不知道可以发信息，我就没想过发信息这个事儿。那你不给我发了吗？我后来接到电话了，我才给你发的信息。太乖了，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一定是要找一点真的。你把我关住。太大了吧！你们就不能选一个两个小一点的立牌吗？就这道具车呗。那我这。哟。给他搬上去了啊。卢克斯，好久不见，兄弟。哎呀，还是怀念有你的时候啊！他们这帮人啊都不靠谱，有点摆不下呀，这太长了，委屈一下啊！雨琦啊，你不在啊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你快回来吧！139 Club， 好久没有重聚了，用你的天生神力把他们都击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嘞，哎，好。但是这个东西放上之后做人就不太好。远不远师傅，我来开吧。你休息休息啊，你一会儿坐边上。这道具车也太道具了。哎呀，凯哥，咱俩吗？啊，穿的也太帅了。我这穿的跟个道具一样吗？闪耀的灯球，我这就是。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！你不是还给我发消息呢吗？我挨个给大伙儿发消息啊，不断的骗大家说给我打个电话，没人给我打。你看没看见刚才外边都打雷了？我听见了，打的就是他们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是避雷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啊，这个缘分啊是很难得的，确实难得。什么叫患难见真情？行，本来不想珍惜这段缘的，但已然这样了，已然这样。这个盟啊，铁盟，我们这一季就结下了。梁子跟他们就已经梁子必须结下了，已经结下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没良心的 Angelababy 啊，李晨这些。对呀，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这新人没人打很正常，您的老同志怎么也没人理你啊？一会儿我们就探一究竟。我感觉一跟麒麟说话就感觉在说相声。是啊，而且咱俩往这一站，这个位置就很奇怪啊。来一段，快上车吧，该走了，咱们。行。这个电钮关门了，别送了啊，我再摁一下。我呢，也已经习惯了，我主要怕你。第一期上来就遭受了这么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能吃苦。你有这个吃苦的准备就好。也不能有吃苦，是吧？咱们出来不是完成任务的吗？是不是？任务，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啊。队伍也已经很明确了，主要是队伍。接下来就是不能让他们好受了。哎呦，保护点他们哥俩。注定这个车上的四个人，我吓一跳，这车上的四个人会成为好朋友。那当然，对吧？患难见真情。对对对，几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你们会因为今天做出来的一些个举动后悔？对不住了，真的。这一季撕名牌不要怪我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啊，是吧？你这是多结实，你这。对，我就是体力还行。行，那咱俩正好，绝配，绝配。哟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谢谢，好，好，好嘞。Hello， 来过吗？来过，在台里那个。
食堂吃过饭呢，是吗？啊，没下雨，挺好。我们呢一出街，雨都停了。他们一出门，天上都打雷。那不是咱雇人打的吗？那不是。欢迎来到新一季《奔跑吧》。哎，这不就是食堂吗？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这好啊！有茶叶蛋。哎呦，这个，来糖葫芦啊！我也来糖葫芦。咱问问，咱能吃吗？能吃，能吃。他们不会给我们一会儿告我们说交钱是吗？不会，随便吃，我请客。好，谢谢太太。小龙虾，哟，我这么多。小龙虾搞一点吧，蒜香，熏死了会。光要蒜，哇，烤串。我也要来浙江卫视上班，我来一个这个，干杯，干串儿。这一季啊，台上的这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对，什么叫患难见真情？我说我这新人啊，受排挤是正常的，老人怎么还这样？更不对，新人一来，就让你，哎呀，看到了我们这么卑劣的一面，人性的光辉都去哪里了？啊，咱们。有人性的光辉吗？我们没有人性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很好奇，我们俩坐道具车不应该是后到吗？我们是先到的呢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不打给麒麟了。你看他把我画的，他把我画成白娘子了。不是真的，不是他把你画成就是你知道脖子摔伤了套一个颈托的人，就是那种。这凯留言说丑得很生动。非常生动，赶紧编好了怎么见面了。车来了。欢迎来到新一季《奔跑吧》，安慕希，奔跑吧！感觉里面又是满满的套路啊！哎，他们到了，哎，那不菜呢吗？他俩，那不麒麟吗？嘿，看人家，哎，看人家，来来，哎，哎，他们已经到了，那不菜那儿呢吗？真的假？是的，是的，你们先到啊！慢点，谢谢。哇，好丰盛啊！晚上好。哎，看发型。这个道具车应该还是有棚的，是不是？是有棚，当然得有了。当然，凯哥别吃了。我先问一下，这是台里的食堂吗？是。哎呀，我们第一次来，对吧？太香了这里。哎，我先问一下，味道老好了。你们坐的什么车？不管我们坐什么车，我们先到了，我们先吃了。凯哥已经吃上了。凯哥，哎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姐姐。惊雷了。进来。还吃呢？自己现在啥样了？没照过镜子啊？没有啊，都快赶我了，得从侧面看，正面不行。你现在穿着这个都变成企鹅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吸，没有啊，你别吸，回原形，放松，你别吸，回原形，关键我怕你一吸那猪头肉出来了。郭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原来你都是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给我发了这么多信息，说你在等电话，结果你已经到了。我坐道具车来的。那你为什么先到了呢？因为道具车得先到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真坐道具车来的？对啊，我和凯哥我们俩。怎么回事？谁第一个打的？我呀。那我只有一个电话的机会啊。你打打嘴。你打给谁了？我打给了一位老人。对，一位老人。咱俩别再互相欺负。高龄老人，目前。跑男最高龄的老人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我大哥打给了我们唯一的女性，为什么呢？怜香惜玉啊！你说穿这么美，穿得这么好，坐着板车或者拖拉机过来，你说是不是？那 baby 呢？我也是为了颜值照顾新人，这个没毛病吧？你什么和这个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一点毛病。你说年龄啊什么的，我可以理解。颜值我输在哪里了？咱来站一起，站一起，站一起。你输在了你的肚子上。好，我们不比颜值，可能输就输在这盘猪头肉身上了。我颜值上可以承认，坤坤没毛病不？但是在气质这个方面，我们一直是拿捏的死死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我瘦过，你胖过吗？其实我胖过，你去网上搜蔡徐坤机场胖，你能搜到很胖的。是吗？最胖有到过多少？就大概140左右。140左右叫胖啊？凯哥，你多重啊？他现在165。没有，164和165有什么区别？各位成员，大家好，全新一季的《奔跑吧》就要正式开始录制了。
再次欢迎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一季呢还有三位新成员，沙哥、坤儿和麒麟，我们也再次欢迎三位。欢迎沙锅菜。我们官宣之后呢，网友已经给你们起名字了，沙锅菜已经给你们起好。好嘞。但我们也有了新名字，什么叫沙尘暴、沙溢、李晨、小雷暴。哇，对啊，我是混搭，哪边都能搭得上。那我们六位成员呢已经集结完毕了，但是我们这一季呢除了你们六位之外还有两位成员。对，卢克斯和欢迎徐克斯。欢迎哇，现场的吗？ Hello。 能看见吗？ Hello。看得见吗？哎，雨琦，你好像胖了一点啊！你瞎说！太会聊了，哎，你以为人人人都像你啊？是吧？我看谁都胖了一点。我刚才看到你们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有那个很想，就有那个冲动想加入进去，在你们旁边。雨琦、卢卡斯，我记得不？你沙哥、沙溢哥，那个怕高翻不了跟头那沙哥，肯定记得你。怕高翻不了，跑也跑不动。年事已高的一个老人。哎，沙哥，你年龄大还是陈叔叔年龄大？那你从颜值上你看呢？也就差要结合气质啊。结合气质差不多吧。新的夕阳红。实话了，来介绍下一位吧。来了，坤坤。好，我先来吧。你先来。夕阳红，你先来。哈喽，雨琦。哈喽，卢卡斯。你们好。我是坤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们回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但是好像新的加入了又是年轻的一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一波的，我们是一波的。哇，调调在天津话。行，好，卢卡斯来啊，讲句天津话，就自我介绍吧，好吗？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卢卡斯。这天津没有说卢卡斯这句话，这没有什么变化哦。卢卡斯儿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卡斯。你这是东北话，东北话，这还是东北话。别跑了，行，挺好，现在行，已经像东北人了，现在已经。卢卡斯，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你是在这个 Hello Kitty 的房间吗？还是在什么芭比的房间？怎么后面都是粉色的？请问为什么？那粉色的柜子啊，粉色的墙。我不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个是我的秘密。是一会儿共进晚餐的人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们别想太多啊。不能再多想了，多想都播不了了，再多想。我们新一季的奔跑吧今天就正式开始了，卢卡斯和雨琦，我们也期待你们赶紧回来哦。赶紧回来，赶紧回来，我很快回来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欢迎晚餐就正式开始了。哇哦，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大家吃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食堂最具特色的拌面。我们准备了30样食材，由我们三位新人来进行盲选，每个人从10个里面挑一样，最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拌面。这咋还有糖豆呢？面里还放糖豆呢？臭豆腐煮，腰花，蜂蜜，芥末这是浇头。这也不对呀、啊，这都榴莲，这是浇头，珍珠是浇头。三位新成员，谁第一个来进行选择？不是你先选吧，你先选吧。啊，我先选，我先选吧。你选，他们不舍得锤你。你对，我先选。哇哦！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他也没记住，他也没记住。来来来，开始吧。第一次的选择，准备。Round one。一号食材，酱油不标了吧？十勺，哎呦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太冲动了。十勺酱油啊，啊，多咸！二号食材。黄瓜丝儿可以，黄瓜丝儿。我要
一勺，一勺也要揍啊？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挺极端的，你就不能中间一点吗？为什么一勺也要揍我？八号食材，珍珠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八号食材我他听不见，听不见啊？给我来八勺吧，八勺吧。珍珠，珍珠，珍珠。七号食材。陈哥要疯了！我昨天晚上咬了我自己的舌头，咬了一个巨大的伤口。哎呦我去！一会儿如果真的是有芥末或者盐什么的，我可能会疼疯那种。七号食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四号食材，全到了。好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五号食材，两勺。OK。珍珠酱油煎蛋面，看看吧。Oh my god！ 酱油。你选了10勺，黄瓜丝你要1勺，然后煎蛋全放，鳝鱼还好，然后我们打了你是芥末。哦，天哪！哇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我天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大哥，认真点，认真点啊！我去，太声太大了。你要不要戴个耳塞，会不会好点？11号，十一号，8勺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这可以。15号来2勺，小鱼饼干，可以。13号来1勺，恰到好处。12号8勺 ，OK OK 可以，再下一个。16号。盐可千万不要多呀！来3勺吧。啊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3勺盐还行。已经10勺酱油了，又加了3勺盐呢。哎，面选对没？选对了，选对了。面 OK， 面太牛了。我要没有选上面，咱就知道吃的是啥吧？光吃卤。来，该你了。开始了啊！经理，你是21到30号啊，但你的规则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会同时给你2样食材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不好的，2选1。好吓人啊！来，21。21，来3勺。OK。豆芽，哎，我不吃豆芽。那也比墨鱼汁强啊。24。23。来5勺。我不吃豆芽。不能提示了啊！好好，不提示，不提示，不提示。25和26啊，一个是牛腩，一个是臭豆腐啊。哎呀，不提示，不提示，不提示，不耍赖，不耍赖，不耍赖啊！不提示。一个是牛腩，一个是臭豆腐啊。24，23。21、23，都
单数是吧？25。25，来，多来点。来70。抽上，抽上，抽上，抽上。哎呀，27是浇花啊，可以啊。哇哦，可以啊。我选单数吧，1357嘛，27。来40吧。猪肝和榴莲。这不提示了，真不提示了，不提示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30了。啊？想好。30。想好。哎呀。30。想好。哎呀。哇，30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哎呀。30是绝对不能选的，最后一个呀，最后一个他选他有问题。29可以多选一点，29来10，那就道理吧，都道理吧，29都道理。别。OK， 好，行吧，棒棒的。结果导演组说把刚才的东西都去掉，剩下的煮一锅面，剩下煮锅汤。现在我们厨师给大家拌好，拌好之后大家就分享了。能不能先让酱油先淋了？还好那个榴莲咱们止住了。榴莲奶油臭豆腐要整锅里了，火腿的了。拌好了，来，来，都尝尝，都尝，都吃，都吃。来，酱油猪肝虾仁珍珠面。来，受点咸。这真的也太咸了吧！太咸了。我尝试稍有点咸，还可以。我都嚼到那个盐的颗粒了。刚才大家都吃了非常特色的拌面，我们还是非常有诚意的，所以餐后呢，给大家准备了饭后的甜点。上甜品。当当当当当！哎呦，不错呀！我这你看看，西米露我这是，啊？可以，我这个。哇，我这看着好好吃啊！哎呀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治嗓子的，那叫什么？胖大海？不是，你说龟苓膏啊？龟苓膏，仙草吗？这是吗？仙草，对。我这西米露，你这西米露看起来很可口哎。它这是杨枝甘露。这叫杨枝甘露啊，对，杨枝甘露。我这个叫抖音，你这个。我们会一个一个给大家来上餐具，先给晨哥上你的餐具。可能上了个大铲子。把那扣耳勺给晨哥上过来。什么东西？晨哥什么餐具啊？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哎，蒙着，蒙着，不让看。打开了。喂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很正常啊。是假的吗？这眼神啊，很好啊！哇，这个想做出来也挺难的。你们跟工厂定做的时候，人骂你们神经病了吗？你先款一下，能不能款上来？怎么能款得上来？这是个郑恺的肚子，这是郑恺的肚子。试一下。哎，可以，哎呦，你能不能把盛保持平衡，盛那么多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勺的问题，是你这平衡有问题。你抄底下，你从最底下，你整个一个抄起来，迅速塞在嘴里，迅速塞在嘴里，迅速，对，迅速。没有啊，这略微有一点埋汰啊，看见吗？你晨哥老了以后就这样，看见没？吃的埋埋汰汰的，你看，完还找你呀，找不着嘴，哎呀，老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老的连饭都不会吃了，哎，这可以。
没有说这个怎么用，这样可以也可以用吧？可以啊，我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喂食。准备啊！啊、嗯，是要打高尔夫那种，咚一下。一二，喷。哎呦！我都怕你把勺扔他嘴里。我怕我的牙没了，盛开。本来舌头就不行，舌头不行了，牙再掉了。给麒麟上餐具。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哎，这没问题，这可以，这没问题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行了，武林高手都使那个软件，这个特别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你也得靠这叫抛物线，关键就我这边它沉呢，我这都是芋圆什么的，吃是好吃，快不好快。啊，先把手放这，不不，等会儿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怕你弄我身上去。不不，等会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哇！哎呦，可以。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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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找他那个哎。哎呀喝呀喝呀！你看这玩意儿能吃好几回，我再来一个。你这样，你别老对着我，你这你对着你自己这么乖，不是不是，我对着自己我害怕。哎呦，简单，这行。哆嗦什么呀？这是哆嗦。哎哎哎！没有难倒，没难倒，真是第一次来让我太失望，节目组太简单。哦。没，口气啊，说着说着玩呢。接下来看沙溢哥的餐具，我这还跟塑形呢，这是哇，你这个雕塑吗？哎呦，这可真棒了，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香油、鱼露、鱼。鱼露啊，哎呦，鱼露是什么？鱼露是潮汕地区拿那个鱼去发酵之后出来的那个汁儿，那它是配这个吃的吗？肯定不是啊。当然不是了，多倒点，真的挺好吃。好吃，确实好吃，就也有这么吃的，也有这么吃的，真有这么吃，真有，确实有这么吃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其实是配套的，是吧？在麒麟老家什么的就有，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是配套，对，北京、天津一带都这么吃，对对，真的。天津还吃这么吃？老北京，你问陈哥，是打小那会儿上幼儿园就我上就这个什么，一个肉龙，一个鱼露，这都得是必须得。刚才不是说不是北京的，不是说什么潮汕传到北京的？现在咱们国家那运输多好多快。我信了，我吃了，信了，吃吧。我吃了啊！哎呦，这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这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。真的还喝，哎，又点点又点点，我怎么？可好喝了！哎呦，真香！是不是？这我也没吃着，吃不是都到嘴里了吗？这。哎呦！差不多，都一嘴的油。我的娘子！哎呦，你让你占便宜了，你看。吃上瘾了，我真的这真喜欢上这个了。嗯，好吃。要不说北京咱那边吃这个，对，北方名吃。嗯。啊？这啥东西？啥呀？回旋镖吗？这是？这啥呀？那修自行车的那个东西。不是，你得反过来，拿到筷子最头。哎，好。拿筷子的方法吃。哦，哎哎，这可以啊，这样。啊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匹诺曹，夹着呀，拿腿夹着。洗脚了吗？哎，可以。知道，嗯，好，好吃。接下来给花儿上你的餐具，看一下啊。星云锁链呢？这是星云锁链呢？这是阿顺的那星云锁链吗？这可能要甩起来吃。对。哎哎对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闪闪，这质量不行啊！这个不是这5块钱的吧？再来一个勺子吧。来新的了，来新的了。这个可以我留着当手链用，到时候。来新的了，是来新的了，来了。原来那老的还是三根，你现在成两根了。
对你来讲，一会儿你别甩坏了，变一根了，弟弟，改下馅了。哇，这要怎么吃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弟，把它全泡里。万一这链子上沾点呢，你知道吗？沾点什么那个珍珠什么的，就吃到了。对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快说说这个靠谱，这个快吸了吸了。说了说了。说了说了，我心里心里。吃着干的没？可以可以。吃完了甜品呢，我们今天的晚餐就结束了。最后，我们这儿现在有六面旗子，大家可以写下你们这一季在录制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愿。看到这集结束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实现你们立的这个 flag？ 啊，就把心愿写在旗子上，是吧？对。你写一个年轻二十岁也没办法呀。沙溢哥写啥了？因为我还想问，一会儿就得公开的，你这个真的是。这样可以，我帮凯哥写，他帮我写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难写？写啥感觉都实现不了。这样，咱俩互写一个，看看能不能彼此实现。那我写你的，对，写我的，好。就。就我跟沙哥实的呗，哦，太巧了，早巧了，总共仨字儿，还要 ，OK， 那我们从麒麟开始展示，好吧？瘦十斤，他要求太低了吧？很简单，我那意思就是让大家帮我监督一下嘛。就你录完节目你就跑了，你吃宵夜去了，咋监督你？行吧，瘦十斤，好，算算算，来看沙哥作文。没，我是有一个心愿啊。希望我家领导哦，可以亲临现场来为我指点工作并加油打气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胡老师，胡老师，对，胡老师，胡老师，我就这唯一的一个领导。因为我跟陈哥是互相写嘛，我写了一个比较不可能实现的东西，就是玩游戏，陈哥输给我。那很简单，他没怎么赢过哦，是吗？对对对。这个应该还好吧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能达到，能达到，肯定可以达到。哦，善解人意，就是坤儿其实很擅长运动的。是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看过他跳舞，是非常有爆发力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。我也看了，告诉他就那个一定要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我学的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告诉我有没有这个动作？就这一下。有。这个摸颈椎也是固定的动作吧？就是。我就这样。怎么还可以吗？都是 A 班。这个太好看了。我出道了吗？我出道可以出道可以，必须太好了。我这个愿望啊一定要实现，给李晨写一首歌。哦，没问题，现在就给你写。祝你平安。这个你要问坤儿能不能实现，得看坤儿愿不愿意给你写。可以啊，难道不是这样立了就要实现的吗？人生要有梦想。哎，必须的，立了就要实现啊！减肥20斤，变回第一季的样子。20？不，20斤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知道今天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为什么？就想让你活动活动，走一走。下回应该安排我们推道具车，那样才够减肥。各个年纪啊，有各个年纪的魅力，对不对？
曾经的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，现在的我也依然是曾经那个少年。不以体重论英雄，那以什么？气质这种东西，我们还是拿捏的死死的。我们还是拿捏的死死的。我替 baby 写的，这一季口红不粘牙。这不是人 baby 的问题，这是口红的问题，是牙的问题。我给你个办法，你去纹一个红嘴唇，以后就不用，就不会那个。不是，或者是那样，纹有点痛。这个你闻过不是？哎，一下就暴露了。老李头，眉毛该补补了。一下就暴露了，闻有点痛。太疼了，真的。好吧，尽力而为吧。尽力而为。尽力而为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就希望这一季我们的录制，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、平平安安，并且大家都能玩得开心，给观众带去更多的快乐。所以这一季大家要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加油！首先呢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开场啊，他们已经很低调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非常真诚地欢迎三位的莅临和加入，快乐和好不好？把这阿木西干了吧！必须的。很好啊，2020，一起阿木西。好低调啊，今天你们。慢慢来啊，一上来太猛，你们。受不了啊！这还温柔呢，太温柔了。一进来全部都铺满了指压板，可能明天早上起来就不是这样了。希望温柔一点吧，这一季。我的天！哇，有点怕的，哇！哇！气死我了！安哥，你跟我们这群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如何？完全融入，毫无代沟。还没开始吗？还没开始。晨儿跟我一样大，你怎么老觉得我老呢？你比较稳重。那是，他确实有点轻佻。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身上的数字号码都不太一样。哎。根据我小小的判断，我认为可能是跟着年龄走的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是一号，年龄最大是一号。Oh no！ 我是七，那你是最小的。哦，七也不对呀，咱们六个人整出七来了。不是，咱肯定有别的嘉宾啊。空了一个六，那这个人肯定比我大。对。比坤大，比我小，97年，九七年的，对，97年。每一次我们来俩嘉宾，应该一个是006，一个是008。对，一个比你大，一个比你小，应该是。这是小公园啊，这是七七湿地吧？他们终于要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！哇哦哇哦！哎呀！妈呀！阿斌！妈呀！我好像认识这哥们儿，还有一女孩。哎呀 ！Hello， 陈哥，欢迎二位的到来。Hello， 陈哥。小童啊！小童啊！哈喽，沙溢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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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哥，不是哥，是叔叔。沙溢，我跟你们父亲都很熟，有点眼熟啊。哎呦，这不是关老师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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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好了，快坐坐坐。哎呦呦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坐坐，坐一边。我看一下号码，等会儿，八，他是八，他你看，按年龄排，看一下号码。那谁是一呀？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，跑男一个。
跑男一哥，跑男二哥，跑男三哥。我相信这应该是年龄吧，你们俩你小一点，我小一点，更小一点，他小太多了，他小太多了，他是02年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02年的，他比我儿子才大9岁。你听过最老的歌是什么呀？最老的歌啊，祝你平安。我刚开始有意识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宫。对，天哪，那是你第一部看的电视剧、啊、没错，我看第一部杨幂演的、那个、对，幂姐演的那个用尽一生一世啊，这是第一首歌，那时候我都哭泣了。那、啊、你是多大岁数？五哥，看清了没有？年龄呢？六妹，我96的啊，你才比我大1岁。你这有什么话？就到这儿吧，挂了吧。好美啊，这里好美，好舒服。是要干嘛呀？哇，什么呀？这啥呀？不知道啊。好漂亮啊。哇哇，是要干嘛呀？哇塞，认真的吗？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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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呀？咱们要，我特害怕录这个。人生档案馆，这是到了人生的选择了，这是。欢迎八位来到人生档案馆，体验另一个人的人生。天哪，好可怕，好吓人啊！这一季阵仗挺大呀。大家好，我给你再自我介绍，我叫李小牛。李小牛干啥？小牛哥，小牛哥听起来就很贵。哦，以上职位不限学历，凭什么？美容美发的我不干了。感觉咋样？好得很。幸福总是突如其来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娘。哇！哇！我的天哪！哦 my god！ 感觉来到了人生的选择路口。人生就要面临选择了，生死局有点那感觉。怎么办？我遇到了人生的难题。我就觉得我人生太悲惨了。我的天哪！人生面临无数次的抉择，走向了人生的岔路，分道扬镳。这真的好难啊！一次又一次的抉择。其实你做的选择都没有错，真的经历了一段新的人生。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。我不需要停歇 ，We run，We run 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，大雨中我也在奔跑。